从生到熟的过程。是啊，朕要的东西啊，从来都是送到朕的面前。朕还从来没有体验到亲自去做一件事情，把它从生到熟。皇上乃天子，这些只是婢女的解读罢了，皇上不必在意的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朕可不是这么认为的。朕觉得你说的颇有些道理。朕太开心了，来，朕这回要尝试一下从生到熟的过程。七上八下，好，你尝尝。婢女万万不敢。朕让你尝，你就尝。啊！婢女遵命。怎么样？嗯。哎呀！朕呐，今天是太开心了。好，好啊。嗯，坐。婢女不敢。哪有那么多规矩？朕让你坐，你就坐。来。婢女遵命。朕一起，是不是觉得很拘束啊？婢女不敢。皇上乃一朝天子，婢女身份卑微，承蒙皇上圣恩，将要嫁给八贝了。现在又能与皇上同坐，实乃要君三生有幸。看看，这只簪子如何呀？这只簪子样式虽然简单，但是每一处都精雕细琢，实乃上品珍宝。喜欢吗？婢女，赏给你了。请皇上恕罪，婢女一时无状，请皇上收回您的珍宝。朕送出去的东西，岂能收回？站起来，让朕看看。
真是好看。哎呀，朕这一生从未追求过什么，今日真是太开心了。这样，待有幸于你呀！啊，婢女并无此意，请皇上恕罪，这簪子太过贵重了，请皇上收回吧。朕送出去的东西，岂能收回？南九宫。奴才在。姚君不安一致，不符合阿哥福晋的尊位之礼，推迟八阿哥的婚事，并将姚君身旁的教养嬷嬷给换掉。请皇上恕罪，婢女身份卑微，但是一定会勤学苦练，请皇上开恩啊！不要再说了，带下去。这，姚君小主，快点走吧。与子宜之，宜言饮酒；与子偕老，他二人若是能彼此执手一生，多等待些，也是值得的。舒媛姐姐，啊，姚君，你去哪儿了？可叫我好等。舒媛姐姐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给你看，快来。看，这是巴贝勒亲自叫我给你送过来的点心。妹妹，怎么了？不应该很开心才是吗？皇上推迟了我和巴贝勒的婚事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还赠送了我一个发钗。怎么可能不告诉巴贝勒？你心里还想着保密。若这事情果真如此，巴贝勒很快就要知道了。亲自给你们指婚，这会儿又亲自来阻挠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姐姐，姚君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坏了坏了，坐。皇上宣我前去谈心。坏了，
这大晚上的找你谈心，那有什么好事？妹妹也觉得奇怪，现在心里慌得很。姐姐可否陪妹妹一同前去？好，我就偷偷跟随在你身后。要是万一真出什么事的话，姐姐定会出来相助。谢谢姐姐，坐吧。这是。朕怎么会责罚你呢？快起来吧。这酒不错吧？这个酒不会醉，而且很甜。据说此酒对女人具有美容养颜之功效。来，再来。见过年小主。见过梁公公。不知年小主深夜到访，所谓何事？我找姚君。这就奇怪了，年小主找姚君姑娘，为何找到这御花园？皇上正在里边饮酒赏月，若是打扰了他的雅兴，怕是你我都不好交代啊。梁公公，你我之间就不必拐弯抹角了吧？敢问小主找姚君姑娘何事？梁公公有所不知，白天姚君姑娘要去学宫归礼仪，这晚上呢，我奉八贝勒之命，还要带她赏月，来学习诗词歌赋，天天如此，有何不妥吗？这姚君姑娘是要嫁给八贝勒，成为八福晋的，这一点皇上他不会不知道吧？皇上乃是一国明君，这些事儿想必他心里清楚得很呢。我劝年小主还是回了吧，这么晚了再打扰，怕是多有不妥呀。皇上深夜宣未来的八福晋前来御花园品酒谈心，恐怕更为不妥吧。此事要是流传出去，恐怕梁公公也是要成为一代罪人的。
这梁公公，您是明白人，如今天您不去通禀，淑媛是不会走的。小主请稍后。你还好吧？启禀皇上，年淑媛在外求见，说是不见。皇上，我今天说好了要跟年淑媛一块赏月。哎，小君喝多了，带回去好生照顾。这呦呦呦，啊，小主您慢点。花吗？啊，胤禛来了。哦，儿臣给花阿玛请安，花阿玛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儿臣不知花阿玛为何如此难过。早上无意间翻起女额娘的画像，一时思念所致。哎，胤禛啊，来，来看看你的额娘。看看，这就是你的皇额娘。娘，你一出生下来，聂额娘就去世了。这幅画是聂额娘在世上唯一的纪念品。看看，原来我的皇额娘长这个样子。你皇额娘，是你皇阿玛一生中最爱的女人，你皇妈这一辈子，这一辈子都没有走出你皇额娘去世后的伤痛。胤禛啊，你别怪皇阿玛没有让你看这幅画。花阿玛，儿臣都知道，花阿玛一直对皇额娘一往情深，只是一直以为大家怕我难过，所以从未有人敢与我提起皇额娘的长相。如今天人相隔，天人相隔。儿臣，人呐，这一辈子不能专情于一人。你若专情于一人，倘若他离开，你就会在痛苦的深渊中不停地挣扎，不停地挣扎。胤禛，身为皇子，生在皇家，就更不能专情于一人。
这江山社稷与后宫是息息相关，你长大就明白了。花吗？儿子，这幅画就送给你了。留给你做纪念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我见到我皇额娘了。皇后娘娘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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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小林子，怎么就想这些鬼怪之事啊？殿下，皇额娘啊，皇后娘娘真美。什么皇后娘娘啊？念小主，看，这是皇阿玛送我的，皇额娘。这是已逝的皇后娘娘。嗯，对，怎么了？你不觉得有一个人和皇后娘娘很像吗？谁啊？姚君。你这么一说，有点像。殿下，真的假的？儿臣参见皇阿玛。燕四来了。儿臣就想问皇阿玛，为何把我和姚军的婚事延后？姚军，工艺规制学得不好，还要继续学习，故推迟你二人婚事。这宫规礼仪可以慢慢学，可儿臣的婚事，也算是皇家大事吗？你是在指责朕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就是想知道他姚军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惹得皇阿玛如此生气。姚军本是宫女，宫仪学不好，成婚之后如何帮你打理府上的事务啊？行了，皇阿玛，不说了，朕还有很多正事要处理，下去吧。是。儿臣告退。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巴贝勒和姚军的婚事。
你们看，这画中的女人像谁？这不是姚君吗？不，是我皇额娘，孝成仁皇后娘娘。对，就是已逝的孝成仁皇后娘娘。我与太子分析，正是因为姚君长得与孝成仁皇后娘娘太过相似，皇上心里放不下与孝成仁皇后的感情，而错把姚君当成了孝成仁皇后，才会影响到你和姚君的婚事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所以今天才把大家叫到一起，想要一起商讨出一个计策。二哥可有何计策？要不我们去求皇阿玛。皇阿玛？跟皇阿玛抢女人这件事情我不赞成，而且我觉得皇阿玛很难说服。我倒是有一个想法。我是想让姚君假扮成孝成仁皇后娘娘，然后去跟皇上说，以孝成仁皇后的身份求皇上放过你们。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也只能破釜沉舟试一试。你们要好好配合我和舒远。我觉得这件事情难度极大，而且一旦被皇阿玛知道，后果会非常的严重。出了什么问题我一个人扛。有我在呢，天塌下来我替你顶着。好吧，既然大家伙如此齐心，那我来想办法。我调配人手把皇阿玛身边所有的人全部引开。在此谢过四弟，多谢四哥。皇阿玛，儿臣参见皇阿玛。燕人来了。皇阿玛，儿臣在宫中新安排了戏曲，希望皇阿玛前去观看。戏曲？没。皇上，近日来您处理政务也甚是乏累，不如咱们也放松一下。是啊，皇阿玛，就答应儿臣吧。嗯，这戏曲啊，朕可有段日子没看了，看看。这，那就看一看。谢皇阿玛，儿臣这就去安排。啊，你安排吧。嗯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冒出这么多烟来？这烟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扇子，定是有什么法术，还是有什么妖术啊？这个呀叫烟饼，它是……算了，说了你们也不知道。情是粉黛一人渐渐变路人，安逸无声一色拂过了清晨，
吹敲宫门，谁人默默体温爱过一抹红尘。花舞成蝶，轻摆凋零我自认，地宫无非错对在梦里失魂。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，情恨自多几盆。一目人尘独守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。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无奈星辰，去留一道红痕。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轻摆凋零我自认，地宫无非错对在梦里失魂。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，情恨自多几盆。一目人尘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。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空门。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一目人尘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。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空门。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